干海子营地，首长宿舍，一排一号，辛苦了，进去，啊，辛苦。 谁来了？谁呀？哎呀呀！董事长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你怎么来了？哎呀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去去去！门口还有站岗的呢。 小同志，老钟是不是住在这儿啊？不知道。我明明看他刚刚进来的嘛，怎么说不知道呢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都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啊！哎呀，哎，老钟，你先别倒水，你先别倒水。再问问老钟啊，老钟，你现在也住地窝子了，假如住这里边。 你是选择住在里边，还是站在门口守着？我当然住这儿了，你以为我傻呀？你看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？老程，哎，这里边它舒服着呢，冬暖夏凉，你慢慢适应，慢慢品吧。哎呦，有病看着吗？没事没事。老钟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老钟，去去去。 叫我吗？不会吧！走走走走，老钟，你可急！哎呀，大爷，跟我说是大姐吗？你还来？你回来回来回来，过来过来，回来，干什么？注意纪律。哎呀，大姐来了，怎么都在这儿？你怎么跟来了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政治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懂，回去吧。你们仨住一个屋啊？啊！ 放心，我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回去吧，老程，接着说。哎，大家注意身体啊！老程，咱为老钟的到来表示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 高兴高兴，就是高兴，干了啊！我记得这个王朝刚啊，到水利工地看小郑的时候，找过我。哦，当时他很苦恼。苦恼？他给小郑发过誓。 我当个副处长，不结婚，要求不高。这种人，你知道他提拔的事儿，你们团报过两次吧？我为什么没批啊？就冲他的表现，那不批就对了。他的什么表现？两面三刀。我当时考虑的是，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过于偏激。 又下了，下了，怎么样？
雨，进来避避雨吧。不用了，我有雨衣。要不然你去溜达溜达。不行。那我就去溜达溜达。那更不行。不行不行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严肃啊？进来不行。老陈啊，嗯，把书放这儿来，这儿干。来，住在这儿啊，又找到当年开荒造田的感觉了，真是久违了。那时候只要一下雨，也是用脸盆啊、饭盒、茶缸子接着啊。你那时候脾气大，天天给我要进度、要补给，我除了抓政治思想工作，剩下就是给老陈发火了。嘿，你呀就是个急脾气，办事不讲究科学性。老陈，你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？为了进度，我睡过一个好觉吗？每天两眼都熬得痛苦。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我给我倒水。好，来来来，把我这倒出去。我那时候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啊，在这个地窝子里连续睡三天，门口放个警卫啊，谁要叫我，我就跟他急了。他那会儿真的是困得够呛，哎呀，我给他把水文资料报过去让他看，他瞧都不瞧，往门外扔啊。结果怎么样？不重视技术工作，遭报应了吧？开荒的第二年就发了水灾，还记得吧？那时候对周围的地形、每年的雨量和洪水走向都不清楚，开荒队伍撒出去不少。你看三营和五营好不容易开垦的荒地，现在变水库了。咱那时候的干劲可嘉，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，也就是咱们这支队伍能有那种战天斗地的英雄豪气。妈，当时我确实是很震惊啊，在认识你们之前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队伍。服了吧？服了。大姐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口味儿，郭政委不会觉得口轻吧？郭政委口轻口重不知道，反正这味儿啊，正合老钟的口味。那行，那就按老钟的口味来。谁让这师长比团长官大呢？啊，你就少啰嗦吧。你记住了啊，小邢过去是老钟的警卫员，你等他执勤的时候你再去，好好，就没人拦你了。回想起那些日子，好像总和下雨有关。这天总是在下雨，要不然就闹大水，这脚下的泥泞就没干过。还真是这样，你看咱队伍开进大隔壁的时候就是冒大雨进来的，那天的雨下的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说你老陈，那天你太不像话了，这么多人推车你坐车上就是不动，哎，我叫你几次把我气死了，我一下把你蹬下来了。人家是爱护仪器，就像战士爱护枪一样，对吧？我知道，那仪器比枪重要。不对，比生命都重要。你看，你这个人就是固执。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比生命重要？怎么着，还耿耿于怀呢？来，说句公道话，老陈还真没计较。在你们团，你不用人家，让人家掏厕所，我是硬把他要到水利工地的。在水利工地这么多年，人家没说过你一句坏话，真的没有。狗朋友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要说啊，平时大伙工作忙的是一塌糊涂，哪有时间几个老战友在一块叙叙旧啊？啊，挺好的。是啊。
我有个想法，这个地窝子先不拆，保留下去，我们这些干部轮流进来住住，经常组织青年人来看看，谁也不要忘记屯垦戍边的老兵是怎么奋斗过来的。说得对，就这么定下来，要形成个制度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俩要成亲戚了。啊，是啊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住一块儿了。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我汇报汇报。那我就向钟师长汇报。那天啊，他大姨子在地里干活，我一看，哎，这哪来个女同志啊，白白净净的，以前没见过呀。我就上去搭话，越搭越近乎。老钟知道我这人找个女人多难呐。嗯嗯，没想到这次还真蒙上了，我心里是有了，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啊。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我让月季大姐啊去给我说媒去，就这么给拉扯上了。拉扯上以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人家大老远来是找他的。你说你也是，你们怎么有这层关系呢？要没这层关系，我们早就结婚了，孩子都会叫爹了。你要跟他好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当然有关系了。我天天整顿你，却娶了你大姨子，你让我今后怎么面对爱妻呀？这个现在行了，都住在一个地窝子里，扯平了啊。向彩菊对你啥态度？现在好啊。哎呀，这个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心眼好，善良。你看我挨整以后，她也受到牵连了，王超刚把她弄回学校去种地去了。哎，我关进牛棚以后，人家反而对我更好，天天偷着给我送吃的。别不信呐，不信咱打个赌，没准今天晚上咱就能吃上葱花大饼。不是真的。哎呀，看来你们的生活还是挺好的啊。高兴祝贺。小琴，这说有人值班吗？小琴，在这儿吧。哎，小琴，我给他们送点吃的来。行，你快进去吧。你慢点。啊。哦，好。哎，要不然你进来一起吃点。我不去了，你进去吧。啊，对，你值班吧。哎，你看，我说来了吧。钟师长，向彩菊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老陈。哎，放开，放开。哎呀，玉姬大姐也要过来，可我怕不方便，我没让她过来。哦，好好好。放桌上。哎，放这儿。哎呀，哎，嫂子，怎么不是葱花饼啊？就你馋呢。羊肉馅的，玉姬大姐跟我一起包的，快吃吧，还热着呢。吃一个。老钟，听见了吧？我们俩都沾你光了。哎，沾你的光，也不看谁送饺子。嗯，这样，我沾了你们俩的光。嗯，不对啊。你和彩菊同志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没这层关系，他能认识我们？对对对，嗯，老钟说的对，我们俩都沾你光了，是吧？多吃点，明天还有开批斗会批斗你们呢。没事，没事，
吃饱了再说。嗯，吃饱了再说。就是先吃嘛，吃吧吃吧。是。这个人，这个人。谁呀？站住！站住！转过来！转过来！郑太君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睡不着，我出来割点草。你哄鬼呢？去哪儿了？真的睡不着，我出来割点草，咋了吗？这是去地窝子里了，给那些走资派报信去了吧？是，怎么样？站住！哎，到地窝子，走。伙食不错嘛，各位领导，看来这羊肉吃的不少啊，撑成这样啊！我看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，啊，眼馋是吧？眼馋也尝点，来，要是觉着好，就进来住。我保证你享受同样的待遇，这里边我说了算。老钟，我说对吧？公爷，你们搞内外串联，以为我不知道？向太局刚才来过了，对吧？必须给我交代，来干什么来了？必须什么？必须交代，王兆刚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说私情的话，这屋人对你都有恩，钟师长救过你的命；说官话的话，我们都是国家干部，对党做过贡献，是党的宝贵财富。你说你算什么呀？郭政委，什么时候了？你最好不要这样讲话。你说你说这些话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我该说什么？回来，把这个筐给向采菊同志送去。各位早点歇着吧，啊，养好了精神，明天继续批斗。你说挺好一顿饭，让这个王八蛋给搅了，犯不着搭理他。哎，都起来走走吧，走走，走走。送饺子还是让王朝刚发现了，发现就发现呗，你看你那样，你害怕了？害怕下回我去。我没怕。哎，大姐，你说我一去看见他们仨凑在一块儿哈，还挺美的，我咋没看出有啥唉声叹气的样子呀？他们是谁呀？什么没经历过呀？那都是钢筋铁骨的汉子，就这点事还唉声叹气？对哈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大姐给你介绍老郭，你没后悔吧？没后悔。这些年呀，啊，我跟着你们也经历了不少的事儿。不，嗯，你经历啥了？还你这么着。
那我现在更明白了呗。我现在更明白了，你们是好人，老郭也是好人，我跟着像他这样的人过日子，我心里踏实。老郭没看错人，你也是好人。呀，对，我那个背筐让王朝刚抢走了，我明天跟他再抢回来。呀，行行，你别招他了，抢去吧，咱不要了。我门口那好几个呢，一会儿你背走一个。朱阳，啊，我到处找你，你怎么躲这儿来了？你，我没躲，我工作。哎，亚娟，你过来，干嘛？你来，你看，朱所长已经把咱们这些棉珠保存到育种房里来了。还有那儿，你看这个，还写着编号。哎呀，你呀，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只砖不红呢？大家批判的可就是你这样的人。随他们便。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啊，你们怎么想我不管，但是谁也不允许冲击这个育种房。谁要是冲击育种房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好好好好，中央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要跟你谈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不仅关系到你。更关系到整个育种房的命运，非常重要。什么事儿？中央，我代表农科所革委会，也是出于老同学对你的关心，必须认真的和你谈一次。你必须马上改变立场，和你走资派的父亲钟晃明彻底划清界限，积极参加到批判朱长青崇洋媚外的反动路线上来。你又来了，我不听。你必须听，在咱们所里。只有你是钟晃明和朱长青反动路线最大的受害者，所以你必须站出来揭发检举他们。我没有什么可揭发检举的啊。那你也必须和钟晃明划清界限。周亚军，你怎么了？你跟我说这种话？钟晃明是我亲爹，我是他儿子，你让我怎么跟他划清界限？在血缘上当然无法划清界限，但在政治上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，同他一刀两断。我办不到。不是我要逼你这样，钟阳，跟你直说了吧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有人已经决定，如果你再不宣布和钟晃明划清界限，你就会被农科所清除出去。你想想，你要是被清除了，你的这些实验项目，还有这整个育种房，全完蛋了。大姐，忙着呢。王副主任有事儿啊？也没啥事儿。你看啊，在咱们团，我最敬重的人就是你。有个事儿，我不得不提醒你啊。这啥事儿啊？你看你还挺那个的。在。对待钟晃明、郭文云还有程世昌这些人的立场上，大姐，我觉得你有点是非不清。就这事儿啊，我很清。你说的这几个人都是好人，可他们现在都是革命的对象。那是你的看法，我只知道这些年。他们不辞辛苦的工作，拼死拼活的搞建设。我是亲眼看见他们把戈壁滩变成现在这样。就那年，潘洪水那年，为了救你的命，钟匡明还不是逼着我把我那驴奶奶给杀了。对对对，大姐，你说的这些全都对。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过去怎么了？你坐下。没看电影啊？电影里都说了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行行行，咱们先不说这个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我想问问你。有人反映说你利用工作之便派向采菊给他们送补养品，有这事儿吗？利用工作之便我没有，你可以随便去调查。要说钟匡民呢，他是我孩子的爹，我是孩子的娘。他现在住在地窝子里，在生活上我照顾他一点儿，这跟你的政治有啥关系？怎么没有关系呀，月季大姐？
你这么做既害了钟师长也害了你自己，你说要是有人给你扣顶帽子你能受得了吗？随便，爱扣啥扣啥，我就不信了把我也能关到地窝子里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本来这件事我是想压下去，连他们的伙食我都给做了调整，可还是有人向上边反映非揪住不放，要罢免你这个司务长的职务。是我给他们讲了一大堆的好话，还下了保证，他们才决定按我的意思办。大姐你看这样啊，你写个检查算是给我个面子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我不写。你大姐刘月姐这辈子就没写过检查。那就不好办了，我已经给人家下了保证。不就下地干活吗？本来我就是劳动人民出身，不怕干活。月季大姐，你就听我一劝吧。你说吧，什么时候让我交账，我马上提着锄头就下地。你在家啊？来来来，给我倒杯水。咋了？啊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郑慧仙同志，朝刚，你这个副主任能不能不当了？不当了？凭什么？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可是被群众推选出来的。你知道人家都怎么说你吗？怎么说？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丑，说你对钟师长郭政委恩将仇报。你告诉我这话是谁说的？你不用问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朝刚，你想想钟师长是怎么对你的。你不止一次的跟我炫耀过钟师长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两次救过你的命啊，一次是在剿匪战场上，一次是在钢钩子你们被大水围困的时候。那时候你以说这些为荣啊，郭政委也一样，你一次次的提拔不都是人家郭政委在支持你吗？我们结婚郭政委还是介绍人，到现在了你就这么忍心对他们。你说的这些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事情是在变化的。再变，人也得有良心。良心没有阶级性，现在讲的是觉悟。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。你讲觉悟是假，有野心才是真。郑慧贤同志，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，污蔑革委会副主任，这是要犯错误的。王朝刚，你既然可以六亲不认，你干脆也把你老婆命革了算了，我也痛快点。你以为我做不到？你做得到，我太相信你能做得到了。你为了你的前途，你什么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不出来，要不然你就不叫王朝刚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放手，我要出去。你去哪儿？这儿不是我家了，我要去月季大街。慧贤，慧贤，摔哪儿了？慧贤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就是话赶话，随口胡说的。我，你千万别乱想，我割谁的命也不能割我老婆的命啊！你这套哄不了我。慧贤，我不能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让你走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听我把话说完，行不行？我这么做，也是被别人逼的。是吗？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。中央，郑亚军让你接电话。我不接。他说了必须去接，否则的话后果自负。
娘，娘，娘，正阳，咋这么晚过来了？来，我既不想伤害我爹，我也不想放弃我的事业，我想在娘这儿讨个主意。你爹是正在难处。谁也不能往那伤口上撒盐。这我懂。既然你懂，主意你就自己拿吧。娘，我要是真拿了啥主意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是想先过了娘这关，对吧？娘虽说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是非还分得清。只要你心里有这个爹就行。记住了，不管发生啥事儿，娘都给你兜着。娘，那我今天晚上就……别说出来。说出来，娘就不会答应了。去吧，去保住你的棉桃。你骂儿子一回好吗？傻孩子，你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骨肉，娘为啥要骂你？娘，娘，我想我爹。娘知道。娘，仲怀，你为什么要偷偷练骑马啊？你现在什么都能干了，做饭、劈柴、起羊圈，屋子里、院子里都行动自如的。现在又学会了一条腿骑马，钟怀，你是不是又要赶我走啊？是我想下山，去看看我娘。你要去看你娘？我一个人不行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能，我可以牵着马护送你下去。大姐。哎呦，您怎么又自个儿拉水去了？我不是安排人了吗？哎，来来来，你安排那人跟老闲着驴走的慢中打他。那孩子最老实，从来都不打驴。您看，哎，你别护着了啊！我都看见了，昨天我偷偷跟着后边，我看见他打了打好几下。好，算他打了还不行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哎呀，
您知道您这样，我们大家多心疼啊！真要心疼我，以后别再打那驴了啊！招你们惹你们了？好好好好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来来，大姐，我来我来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打足点，拉着轻轻。哎，您别累，您休息休息啊。哎呀。咱们师所处的地理位置看起来还不错，但从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上分析，咱们越开发对水利资源的破坏就越严重。只有科学开发，合理利用，才能有效地保护山路那么不好走，你是怎么下来的？张卫江，快帮我把棉被给我爹穿上。这可是里面翻新的被子，是高团长特意上山啊，他来慰问我的时候送过来的，都是今年最好的棉花，可暖和。岁数大了吧，腰腿容易受寒。我给程叔叔郭伯伯，你们一人做了一个。谢谢。我自己缝的，缝的不好，都是最好的皮子，垫在腰底下，能隔寒气。老钟啊，多懂事的孩子呀！你比我有福气呀、二儿子刚和你决裂，大儿子就来看你了。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还来问寒问暖的。中央怎么的？啊！我说漏了吧？钟怀，你还不知道，中央和你爹决裂了，可能这小子是违心的。可是他一决裂，你爹差点气死啊！行了。娘出去了，她好像哭了。钟怀，你腿不方便，干什么都别硬撑着啊。在山上一定要当心，别逞强。别怪你弟弟，他可能
可能不容易。这姑娘不错，该让她叫爹的时候早点告诉我。这一颗心不知有多沉，哎呀得住岁月，也抵得上黄金。这一个人还能有别说我，这事儿你跟中央说过吗？还没呢。那你倒是问问他啥态度啊？没法问啊。我今天是来和您和郭政委告别的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不相信我。你别为我费心了，这房子我也住不了几天了。